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宁夏》节目。一开始，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由宁夏卫视和今日头条联合呈现的两会大数据专栏。看看过去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关注了哪些和两会有关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两会新闻全数据。从三月十四号零点截止到三月十四号的下午四点，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阅读量最多的报道：三十一省份 GDP 指标大比拼，东部实力强，中西部潜力大。 评论量最高的报道如约而至，习近平来到这些团组；转发量最高的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加强多元化使用；收藏数量最高的报道，习近平主席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活动纪实。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用户大数据，看看不同年龄段的网友呢都关注着哪些报道。 三十岁以下网友关注的报道：习近平主席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活动纪实。三十到五十岁网友关注的报道：三个浙江全国代表委员的建议让马云、马化腾坐不住了。五十岁以上网友关注的报道：每月养老金九十元，代表委员说养老要让农民的晚年生活有尊严。再来看看全国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都集中在哪些方面。 社会保障的总阅读量呢，达到五十八万零八百七十次；GDP 增速总阅读量呢，达到五十万三千一百次；创新驱动总阅读量呢，达到三十七万三千一百八十次。那接下来，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备受网友关注的一篇报道：推进城镇化发展，民生应先行。 在今年两会上，李建春代表指出，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人的城镇化，让进城人口真正享有市民待遇。王鹤林委员指出。 建设特色小镇不能不顾实际一哄而上，要科学规划、健康发展。乔新江代表指出，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不可持续，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布局。一时间，城镇化建设成为了两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发展。 使得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城市追求美好生活，他们能否真正的融入城市，关系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今年实现进城落户一千三百万人以上，可见城镇化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如何推进，成为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可以说，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稳步推进。 然而，一些地方在城镇建设中急于求成，最终导致规划不合理、保障措施难落实，使得进城农民就业难、子女就学难、老人看病难，城市居民也怨声载道，阻碍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相关部门在推进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上都需要更加谨慎，避免因盲目决策而出现失误。 虽然推进城镇化需要更加耐心和谨慎，但并不意味着应该就此打住、就此止步。城市越来越成为经济生活的核心，越来越多的人群将围绕着城市生活。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城镇化进程是不可逆的，并且仍然处于高速前行的轨道上。据官方数据统计，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三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二，可见。 建城镇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各地放开手脚，科学决策，用制度保障进城农民能够安居乐业。了解了全国网友对于两会的关注度后，我们再来看看宁夏的网友们对两会报道的热情。据今日头条大数据统计显示，从三月十三号晚上八点截止到三月十四号下午的五点，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宁夏用户阅读两会报道的篇数八百零九篇，宁夏用户阅读两会报道的阅读数九万八千三百八十次，与宁夏相关两会报道的篇数三百三十六篇，相关报道的阅读数十五万七千一百一十次。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宁夏网友对于两会全国新闻关注的热点都集中在哪些方面。 宁夏人最关注的两会全国新闻，全国两会重头戏，习近平下军团作何指示？阅读量是两万四千零九十八次。宁夏人最关注的两会宁夏新闻，宁夏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继续审议两高工作报告，阅读量是一万九千零五十七次。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宁夏人关注的热点话题都集中在哪些方面。 社会保障的关注度达到十万五千一百三十次，三农的总关注度呢达到了九万五千八百次，环境保护的关注度呢达到了两万四千九百六十次。接下来看一下其他的数据信息。宁夏男性用户最爱读的全国新闻如约而至，习近平来到这些团组，阅读量呢是两万零一十七次。宁夏男性用户最爱读的宁夏新闻。 徐立群代表将中卫列入国家试点，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阅读量呢是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九次。宁夏女性用户最爱读的全国新闻：高二以省状元入北大，这位女少将很耀眼。阅读量三千八百七十一次。宁夏女性用户最爱读的宁夏新闻：全国两会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茶话会，引起宁夏代表团热烈反响。阅读量是两千九百零一次。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受到宁夏网友关注度比较高的报道，政府工作报告哪些实招让老百姓最有获得感的具体内容。在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同一时间，一份调查用超过五十七万受访者实实在在的切身体验，讲述老百姓对过去一年中央政府各项政策的获得感。中央电视台发布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6》二零一六到二零一七显示。 百分之五十五点二八的受访者预期二零一七年收入会提高，百分之十三点五二的受访者预期今年家庭收入增长将超过百分之二十。调查显示，低收入人群二零一六年感觉幸福比例远超二零一四年，百分之五十五点零一农村受访者认为二零一七年收入会提高。 青海、西藏等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省份收入信心指数排名位居全国前列，显示出人民群众对改善民生、精准扶贫、脱贫和扶农惠农政策的获得感。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为更多年轻人开辟出一条实现梦想的绿色通道。数据显示，九零后年轻人在预期收入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群体中的占比最高，达到百分之十六点零六。 而有创业意愿的受访者，预期收入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占比则高达百分之三十点零三，比没有创业意愿的人足足高出两倍。在另一项基于三十多万条媒体、微博、微信、论坛等信息的大数据分析中，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四点五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三百八十多万户，清理规范一百九十二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开启深港通等。 成为网民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列举的去年主要工作当中，获得感最强的政策举措。 对于二零一七年重点工作任务部署，有百分之九十七点六八的网民表示高度认可。其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工作部署，尤其是提速降费等一系列民生大礼包何时落地，最受网民关注。分析称，网民期待各地各部门抓好落实，让政府工作报告的政策利好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会大数据的内容。再次感谢今日头条的数据支持。更多内容，您也可以打开宁夏卫视为您准备的两会文件夹来阅读。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盘点两会那些事儿。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杨树，听他来跟您说宁夏。 如果您是一位外地的游客，想到宁夏来观光,光旅游，您只需要通过电脑和手机上的宁夏智慧旅游网，就可以轻松的定制符合自己要求的个性旅游。宁夏智慧旅游网自二零一六年四月正式上线以来，经过一年的这个运营，已经成为了宁夏发展智慧旅游、全域旅游和大众旅游的驱动引擎。 宁夏智慧旅游网及信息发布、服务展示、交易支付、用户互动等功能为一体，在线投放当地景区、线路、酒店住宿、宁夏礼品礼物等特色化产品。目前，我们对宁夏景区的这个采集率，就是宁夏景区在我们网站上线率是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这样的话，游客就可以在手机上就能够全面了解到我们很多景区的这个呃信息以及这个票价实时动态。 在一旁的大屏幕上，记者看到了这里汇集的宁夏各大景点的实时数据，这其中包括了客流量、男女比例、年龄结构等等。可以通过数据的分析，那么很直观的了解到，比如说哪个客源地能够来到我们的宁夏，那么通过这个客源地再次营销，营销之后它的增长量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 目前，宁夏智慧旅游网已经与去哪儿网、还有这个携程、美团、同城等十二家旅游电商平台联手合作。网站二零一六年四月上线运营以来，仅银川市各大景区线上交易额就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元，接待游客量达到十七点六万人次。二零一六年，宁夏智慧旅游网已覆盖甘肃、青海、新疆等多个省区，与近百家优质景区资源联动。 今年，宁夏智慧旅游网将在丝绸之路沿线相继上线，形成丝绸之路旅游资源信息化矩阵。全域旅游宁夏先行。二零一五年，宁夏正式提出打造全景、全业、全时、全民、全域旅游模式，成为继海南省之后，率先从省区的层面上来提出发展全域旅游的内陆省区。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不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和景区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旅游收入和游客人数每年呈两位数的增长的良好态势。宁夏旅游形成了以黄河为中轴，南通六盘山，北达贺兰山的一河两山的基本格局。以此为基础，宁夏全域旅游“十三五”空间战略布局提出了“一河两带三廊七板块”的重点打造方向。 那具体而言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以下几个方面：两带补齐短板，对于自然禀赋差异较大，宁夏旅游西强东弱。二零零八年以来，随着黄河金岸的建设和全线贯通，黄河以西的沙湖风景区、贺兰山周边的景区、青铜峡黄河楼景区、中卫沙坡头景区已串点成线，但黄河以东由于景区少，还没有形成连贯线路。 为了补齐短板，宁夏全域旅游“十三五”空间战略布局规划将首府银川定为一核，即为宁夏全域旅游核心区，利用其交通区位优势和首府城市完备的基础设施，承担着集散与服务中心的功能，重点建设两带，即黄河金岸旅游带和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带。 三廊整合资源，为了有效的整合资源，使旅游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宁夏“十三五”空间战略布局规划提出建设三廊概念：一是依托贺兰山东麓优质葡萄酒基地，打造葡萄文化旅游廊道，构建国际著名葡萄旅游目的地。 二是以须弥山、固原博物馆、中宁石空寺等为主体，以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为补充，打造清水河流域丝路文化旅游廊道；三是依托水洞沟景区、古长城遗址、哈巴湖等景区，打造古代军事文化主题廊道。目前，三廊建设稳步推进，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旅游廊道建设颇具规模。七板块打造精品。 为了全面提升景区的质量，在“十三五”全域旅游规划当中，宁夏着力打造七板块景区，即大沙湖休闲度假旅游板块、西夏文化旅游板块、塞上回乡文化体验旅游板块、边塞文化旅游板块、大沙坡头休闲度假旅游板块、韦州历史文化旅游板块、大六盘红色生态度假旅游板块。 目前各大景区呢也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实施扩规提质工程。宁夏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还确定了中卫市西夏区、永宁县、平罗县，还有这个青铜峡市泾源县作为宁夏全域旅游试点市县。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根据规划，宁夏创建全域旅游分三个阶段实施，其中2016年为筹备启动期。 二零一七年为持续推动期，二零一八年为全面创建期，以点带面，梯次推进，引领带动其他市县逐步分批创建，到二零二零年全面完成全域旅游示范省区创建活动，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使宁夏真正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登录宁夏广播电视网，或者是关注“创富宁夏”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感谢收看，再见。